你有两只手机啊？对啊，这只是我妹给我的。我现在人在擎天岗，那这边的牛一开始是看不到，原来都躲在这边，可能天气热他们会跑出来。那我刚刚算过，总共有21头牛。那这边看下去可以看到下面都市的景色，漂亮。要跟牛说几句话吗？今天我们刚吃牛排哦。